山顶那也是模型啊。有些动物啊，飞禽走兽会有这种附身的情况。我现在在外面乱拉屎了，不知道待会会干出什么事情。你是不是新人？刚好是去台南哈。这不是新人啊，这样无，那就等个新人来哦，才敢讲话。你去哪处理？怎么行啊？有一些法术不能碰。去干！